上一集国防线上，我们带领观众了解汉声广播电台80年以来的历史与进化，而这一集国防线上，我们将焦点转移，透过镜头告诉大家，原来广播节目能够顺利播出，是得仰赖着一群无名英雄的默默付出，那就是汉声电台的机务分队。能够听到主持人极富磁性而又感性的嗓音，还有及时而又快速的资讯传播。如果没有广播转播站台的发射，这些终将只是传不出去的美好遗憾。其实我们的节目无论做得多精良，如果说呢这个讯号没有办法打出去，或者说呢节目没办法送到这个听众的耳边的话，其实都是枉然。机务人员他默默地在为广播的设施声音做一些调整测试维修，让他的声音能够从播音员的口中然后传播到所有一些听众的耳朵，这是机务人员的一个重要地方。只要少了这颗螺丝钉，你可能整架不管是机器或者是设备都可能停摆。汉声电台同样的机务人员在这一块也是扮演的极重要的角色。机务分队是与汉声电台节目组相辅相成的重要部门，官兵负责设备的维护、维修及保养等工作，并透过系统控制节目播出各偏远地区无人站台，使电台在声音的传递上能够顺利运作。但这类型的工作绝非易事，执行任务过程中更有高度风险。高山站台主要是面临说它的气候比较容易潮湿，那像阳明山这边的话就是会有那个温泉硫磺的影响，所以它的那个酸蚀雨水湿气的影响，它就比较钢构的结构就比较容易做有锈蚀。那也就是说高山站台部分我们就会比较频繁的上来去做结构支撑的检查，像是卫星的底盘、微波的铁塔的支撑，我们都会去做除锈跟油漆保养。维保的意义目的当然就是为了我们汉声广播电台的听友们能24小时之内都能听到我们最新的消息跟节目，然后陪伴着汉声的听友的每一天。与其他民间电台不同的是，因为汉声背负着对敌心战、巩固军民心防的广播重责大任，因此在传递上得更直接、更快速，并借由独立系统确保暂时讯息传播无虞。汉声电台与其他电台的差别的部分在于，汉声电台现在能保有 FM、AM 及海外广播。另外，我们的传输系统有自主的卫星，不用委托到其他的民营机构来做上链的动作。那另外 ，VHF 微波里面加载的载波的讯号做传递，在频站时的转换运用里面，可以更直接执行任务。汉声总控室的成立与性能提升，让汉声更能掌握调频、调幅、网络联播网播出的音质与节目讯号，并在组织调整精进的趋势中，在转播站台数不变、节目时数不变的情况下，透过24小时全天候远端遥监控系统，有效维持无人站台正常运作。远端遥控监控系统与其他电台差异的部分在于，所有的远端遥控除了发射机以外，包含消防系统、电力系统，还有门禁监视系统，所有的管理都由总控室来做操作，区分主动操控还有被动的告警告知，可以让总控室的人员在操作的便利性得到最佳的效果。汉声电台过去至今
在金钟奖上获奖无数。在机务团队中，郭运森先生曾在第53届广播金钟奖获得金钟奖特殊贡献奖，首创国内广播工程人员获颁特别贡献奖先河。特别贡献奖这个也是当然谢谢汉声电台在这边长期受到这个长官以及同仁以及我们前辈给我的一些从初期的指导到后面逐渐茁壮，然后甚至可以指导到后辈能够在机务上面进展，以及维修汉声电台所有的机器装备。汉声电台能够持续与时俱进，仰赖的不仅是节目组人员的投入，更得依靠机务同仁奋战，因为有着一样的信念，也才能够扛起汉声的这块金字招牌。其实我们机务人员跟广播制作节目的人员，其实我们对电台付出的心都是一样的，只是一方面是从事广播节目的制作，那我们机务的同仁就是负责确保设备的妥善的状况下，能够将声音发送到各个听友跟听众的耳朵中。汉声电台80年一路走来，以最贴近社会大众的声音，带给听友最安心的力量。这两集国防线上，透过走进电台，结合影像的传递，不仅能够感受到汉声节目制作的能量，更可以看见专业机务人员的默默付出。未来，汉声也将持续秉持着同样的精神与努力，让观众明白，汉声除了和官兵同仁站在同一阵线，更是军容眷最坚实的依靠。24小时收听汉声，品味人生。